今天其实你是所有对选自手己的都穿队五友十二啦，号的球衣而跟峰哥致怎么敬。样？有没那可有能朱玉贤因为这套受球衣命？是有已没有经信心比较早做完，所以临时换成杨耀勋来不及改。第一轮拿下来啦，这样讲好了。第一轮拿下来的话，可能这次全垒打大赛就是我的了呢。哎，对，因为他的队友是高国辉。第一轮能过的话就过关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的对手是高国辉。对对。那你昨天呢、啊？你昨天明星赛你有打全垒打吗？啊，你觉得你最近的打击状况算火热吗？还一般啦、啊。一般而已。还没有到巅峰、啊。哦。巅峰，大家讲的在第二轮啊。巅峰，昨天代打就打全垒打。让你直接去巅峰一下。来。用行动来打，杨耀勋，是打出了98的全垒打，而且他当时的那一支生涯首轰哦，让大家一时间都还没有马上回忆过来，因为去年其实，最后的台湾大赛就有敲出全垒打，真的是不容易啊，在回到野手这个身份之后，今年156个打数里面呢，就敲了98全垒打。哦哟、哇，这要趴停下停一下，打到活动中心去。哇，今天，哎呦，本来想说坐在右外野的球迷哦，现在就是可以接球的机会。嗯。但这几球，其实这几球我觉得，哦呦，平射炮刚好越过去。刚刚讲其实刘家豪教练这几球位置并没有很差，但是从击球点的位置来讲的话，杨耀勋好像稍微比较早了一点。就是说他的想法太过于一直要往右半边来。是，所以前面那几球仰角都蛮低，但这一球仰角有带出来，哦，那个位置应该真的是。停车场。我现在累积的两轰，最棒又是打得非常高。第三轰几乎一样的落点。没摸出大墙。第四轰，你现在是有点像打电动的感觉。打电动嘛，不叫劲。今天哦，今天看样子哦，去球场外面接可能会比较快一点。哦。所以刘家豪教练这个就算标准。哇！第六支也要出炉。哎，可怕，还时间还没过一半。没错。哦，又来。哇，第七，连镜头都还来不及带回去啊。第八。是吗？第八。第八。哇！镜头都还来不及回来。第九。第九。打得比较平，哇！现在不知不觉九，这个一定没有，这反而把压力带到了高国辉身上。哇，这应该拉得太早了，这也可能怕他嗨三打。已经累积了九轰了，哦，第十。还没一半，第十一，我真的是赶时间哦，镜头现在只好开一个小框哦。第十二，哇，打太远了吧？不是这样吧？已经12发全垒打了，这个再出去就有一点过分了，不会过分哦，好像还是出去了，第13轰。哦，这个距离就要稍微看了一下。哦，我喜欢那个鬼了，看好吗？反方向也要？没有，这个反方向应该不太可能再飞出去了。对，反正我这个距离又是带出来，但拉得太早了，而且现在还没有喊暂停哦。哇，第14支。刘家豪教练这次在投位球啊，其实真的就是投得很稳，因为刚我们讲的球有点弧度，速度又不会太快，哇，而且多半都在腰带，十五，哇，又是接下来在15轰这球又打得很高，但没有，本来觉得说20，现在可能要提高到25，16了，还有1分20秒左右，这个应该没有。打的是稍微高了一点，
哇，我哪里串了？没想到还有暂停还没用。哇，这哇，其实哦，这种所谓的计时赛啊，早就应该要换。妈个臭屁！哇，你那个时候两联盟合并，你参加那一次，如果就换人不一样，可能就不一样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那时候的球可能我没有讲什么，风阻比较高。可以吗？继续很累。现在还有1分09秒的时间呢，而且这是不是给杨耀勋打气一下？等一下，最后30秒还有一个进球出现了，看有没有机会再争取到一些加时。3、2、1，现在差不多球来，我想杨耀勋就会挥了。哇哇啊！暂停过后 foul ball。没有，所以真的不要看这样，这全力挥其实是很累的，太疲劳。目前16支的全力，哇，打飞了。对。17支，看有没有机会？没有。10。哇，但这几球好像没有，真的是有点累了，看得出来。即将等一下，下一球开始了，就是来到金球了。17，这应该有算了。有，所以30秒之后会有一颗金球出现，这是变相的第二个。休息空档。金球来了！哇，打到手好像有点痛啊！现在累积了17发的全垒打。哦。如果再有全垒打出现了，有机会再争取到加时。18、19，哇！怎么接到忽然间看到20？右外野看台的球苗突然接到，有点冷静啊！哇，20发的全垒打在第一轮，这一次不知道算不算？没有，这当然不是。哦，他有加时，接下来20秒，算一下。杨耀勋有没有加时？应该是有啊。杨耀勋有没有加时？好，我们稍后现在正在计算杨耀勋有没有加时。对，杨耀勋应该是有加时的。有加时哦，应该是有。不要加，还要留一点力量来第二轮，那不要。可不可以用留在第二轮再来用？真的累了，真的累了。30秒，哇！你看，我要打个，我刚刚讲25支哦。还好这30秒的加时打出去，不用再累积了。对杨耀勋来讲，这可能是中华职棒全垒打大赛史上最痛苦的一次加时。而且哦，最后会不会出来代打，结果变先发拿到冠军？对啊。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倒数了。所以主要是因为刘家豪教练喂球的位置很好，几乎每一球都挥啊。是。3、2、1，他几乎都在同样一个位置，就是他高度差不多都在腰带的高度，你看他的球都不会很低。哇，这球没机会了。哦。这一棒又是打得很高，打得有够高的，但是这个距离，哇！哦。第21出现之后，没有。啊，应该最后一个机会，哦有，哦，应该是有一点点机会哦。第22轰，第一轮杨耀勋现在已经打22轰了，啊，这一次打飞了。哇，最后是23支的全垒打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假的朱玉贤真的有假的朱玉贤，到底几支？24支是不是？我们最后等联盟确定这个支数是多少支。这支数也是罕见啊，快到我们大家连23支选镜头都来不及带了。23支啊，应该是23支了。